告诉大家，微上灸的产品的副作用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让你年轻漂亮，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人人都需要，人人都喜欢的。再次，我当时在我看到盲人著作盲杖上台为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时，现场的掌声雷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完成了铁人三项，他不言放弃在惊涛骇浪中一次次的练习皮划艇。家人就想在这里有很多新朋友，我还是介绍一下，我今年46岁，那么我有三个孩子的妈妈，那我大女儿呢已经工作2年了哈，那老二呢他也在明年大学也毕业了，老三呢还在上小，6年级马上上初中，所以因为我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早就开始吃保健品，只有告诉自己，因为我责任很大，我不能生病，我生不起病。因为我要给孩子更好的榜样，因为只有健康，有了健康，我才能更好的陪伴他们，才给予他们更好的生活。那么这是我十几年就接触保健品，有很多，但是我也感谢我的朋友第一时间跟我分享健康产品，那我就接受了。这也我感谢自己有这么睿智哈，要不能让自己倒下，就吃上了这个保健营养品。那么我相信从那时候是因为我妈妈带我小孩的时候身体不好，因为她这里痛那里痛，那正好有了机会，朋友跟我说保健品，我真的我感谢，然后我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妈妈先吃上。那么同时我家是我两个人吃这么多年的保健品，然后那么改善了她所有的身体，现在比同龄人肯定是年轻10岁。那么前几天还给我发微信，还说他去检查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也是，就是说今天我那么幸运，我们用遇上这么好的一个只是自己最新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赶上了。而且同时啊，我们要前段时间我们学校里有去了50几个，因为我们只是吃保健品，公司带着我们去旅游。那么上次大家也知道我们学校里去了50几个人去德国玩了几天，是不是青姐也去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这几天我们就前段时间刚刚又去美国，我们学校立场队又去了12个人，但是可以去更多的人，因为有很多回国啦，时间没赶上，还有的是没有签证。那这次同去呢，青姐也去了啊，我觉得等会就让她分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那我们看到公司的实力，那我们刚才陈姐就跟我们分享所有的公司的老板的爱心，老板的在他家里过 party， 然后给我们放烟花，这等等啊，都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回来，告诉自己从美国了解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消息传达给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们。那你们都是我们最爱最亲的人，所以我们希望把这好的东西第一时间给你们分享。那去到那在大会上那更不用说了，我几天我觉得在那里我真的是坐在那个我们学校里去的都是坐在前面的贵宾席上哈，我觉得说很感动。而且我们自己的能力真的很差，跟美国的朋友比起来我们真的微不足道，而且我们只是吃保健品就有那么好的待遇，而且我们还没有开始工作呢。那么在美国我们很多在这里我们会分享，我们跟一些朋友分享或一些跟一些男士分享的时候，他说这是啊，你们女的去了解，你们女的去，但是其实美国很多都是男士，而且做得非常非常成功。那么同样我在那里想，我虽然不会英语，但是他们讲英语，那么我觉得同样的，因为他用红声翻译给我们看，所有都是一样，他们也是对健康对家庭的观念非常强，他们都是说哎，自己的父母生病接触，然后帮助自己的家庭，然后这一样一样哈，一幕一幕的，我就是说这是很多很多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事。
司刚才陈姐把所有一切都给我们讲一下哈，公司又拿到了一个4000家保健品，那么我们公司短短2年的时间就拿到了50强这么一个权威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是不是觉得今天还有什么疑问？吃起来副作用，让你更年轻，让你更漂亮，那我们要不要？但是这个我刚刚也短短的讲，他们就是说去分享的时候真的是流泪，然后我也会在下面也会感动。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赶紧回来，我要多告诉我的身边的朋友。但是很多朋友不理解，不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有责任，我们所以要这次回来，迫不及待，大家这个团队要把这么好的消息再一次的分享给我们匈牙利的华人。那么我们匈牙利华人第一时间知道了，我们是不是有一份责任？因为我觉得自己健康还不行，因为好东西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么我们甚至从匈牙利出发，甚至在整个欧洲，让所有的华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把事业做得更大，那么才能把自己的陪伴孩子更幸福。那么同样，这个就是那个50强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执照哈，在这里。那么我们前面那张你看了，我们匈牙利有很多人在那个名字在上，然后都是要去颁奖的，但是都没有参与。所以，但是我们在匈牙利在座的各位，真的在很多都是我们分享的时候，他都在忙碌，但是不知道我们前面这一小群人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可以，就是说卵巢囊肿，甚至卵巢癌都吃好。他把北京的张景他生卵巢癌的那张照片就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我因着那张照片我就有了信心，然后他第二个星期就出来，那我吃上了维善优。医生一贯说没有办法用药物吃小的，是必须要动手术的。后期我吃上维善优大概3个月左右，哎，去拍 B 超的时候，我的家庭医生说你的卵巢囊肿已经往小了，变了1.5公分小，往小，那就是说我开始好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怀疑，也还坚持吃，一直吃到我去年的时候到北京做 B 超的时候，大概是吃到七个月的时候，已经是2-3公分了。医生那时候说根本不需要动手术，只要保守治疗，就是偶尔去做一下 B 超观察一下就可以。所以在那时的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哇，我说太好了，连医生都没有用药引号，没有带上我妈妈，没有带上我先生，真的，这明年一定要带上他们，更多的朋友，甚至真的，我非常诚心的邀请我们在座的，明年如果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去一趟美国，在那里你会震撼到瓦萨有的魅力，以及瓦萨有的科学家们的那种平高的，真的那种高尚的品格。在那里不管是艳人流泪，我也是无数次偷着流泪，太震撼了，非常开心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赶回来跟大家分享。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的那个手机里面真的好，因为这次是荷兰转机嘛，我的女儿住在荷兰，我就没有跟他们回到布达佩斯，直接荷兰机场出来了，因为我们都是欧洲国家，可以随意走动。在那个什么，到了荷兰之后，第二天到我姐家做客，我姐姐正好跟她公公在聊天，她的公公后背生得了一种叫什么，就是我们俗话说叫什么什么疱，不是疱疹，叫什么什么蛇龙怎么样，反正那种东西生起来包包包包一圈包过来就人会死的那种，很严重。他已经后面一大部分20-30公分已经反过已经扬升到这里了，很危险，又痒又痛。那当时的我听到，我说太好了，我有
我有最好的藏品，我说有我在，我是他的天使，我说我这次荷兰出来是对了，我第二天就马上送给他，当时是2点钟送给他的，他马上吃上，到他家吃晚饭的时候8、9点，我就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就跟我说哇很奇怪，他说真的明显比上午不痛了不痒了。当时他老婆，我们叫他奶奶的嘛，奶奶说有没有啊，他说不会这么夸张吧，我说奶奶哎，每年都要拿去保养啊，不能等到他出了问题的时候再去修吧，不然那时候问题就大了，修的费用也会很高，所以我希望我从现在开始吃产品，我能健健康康美丽冻龄，然后在我以后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妈妈还是可以这么年轻漂亮健康的陪着他们一起成长，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健康的意识，从现在就开始去吃保健品，要选对保健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美丽，并且不拖累家人，能够有一个非常健康美好的那个开心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美女的分享，她真的很幸运，在这么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遇到了维善优，那相信了在10年以后20年以后她也还是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我现在想想都很激动。那么你们激动吗？这么好的产品，你们激不激动可以遇见这么好的维善优？那我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有请上我们的赵艳蕾女士上台来为我们抽出10名的鼓励奖，掌声有请。大家卷都，最后再确认。以后的下面的奖会越来越大，是不是？011011，012012，两个好朋友中奖都要一起中。而且呢，他们去美国去，又分享了那么激动人心的那么多的时刻，所以感染我就由反感不接受到接受到享用这个产品到高度重视这个产品。那我这个心路历程呢，主要源于呢几个原因。第一个，我发现伟三优这个产品，它的技术非常的领先，非常的有安全性，它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好的质量作为保证。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因为我是2010年的，我的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所以大家都知道呢，美国呢是世界上超级大国，它的技术呢非常领先。虽然中国现在我们也很强大，但是呢，有些技术呢，我们要向他们去学习。我自己用伟善优这个产品，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到匈牙利之后，我感冒了。我在国内呢，我感冒必须得打滴流，因为我不经常感冒，可能1年2年有那么一次，但我必须得打滴流。所以这次感冒呢，我很紧张，我不知道国外感冒怎么打滴流，我就问了高伟如，我的姐姐，我说你去赶紧给我买欧洲的那管感冒的药。他告诉我你不要吃，他那个药效非常重，副作用非常大，你就吃伟善优这个绿瓶。他就往我嘴里喷喷喷，
然后可能那天给我灌下了伪山油三分之一的量，又给我兑到热水喝下去，不到一个小时我浑身发热，真好。哎呀，这是要我，而且呢，我们一般感冒之后大病初愈都很疲劳，没有那个状态。在他们去美国期间呢，我可能早点又感冒了一下，我自己喷喷喷也好。所以我跟高伟说，我说那绿瓶啊，你要多给我一些。伪山油呢，还有它的别的产品，比如说它那个蓝瓶，我睡眠的，我睡眠质量非常好。但有一天呢，我和高伟的女儿嘉欣，我们出去洗澡，完喝了咖啡，因为我在国内呢不敢喝咖啡，但我喜欢喝咖啡，我因为咖啡是减肥嘛。但是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已经晚上了，晚上喝咖啡我基本是睡不着觉，所以一枕到枕头上我就很痛苦。完了，我说这一宿糟了。我想起了高伟那句话，说你喷绿瓶，我就把绿瓶喷喷喷，蓝瓶喷喷喷，当晚喷完之后真就睡着了。第二天早起也睡到自然醒，哎呀，它的效果让我感觉到很惊奇。它的第三个产品什么呢？就它那个 V 三和维西林，包括它那个排毒。我呢，对我的肥胖是很苦恼的。我的除了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减肥事业。所以说我在国内呢，也吃大量的减肥食品，什么酵素啊，什么这个那的。排毒啊，什么肝胆排毒我都做过，但是他要我什么呢？就是排一些水解便，就是肚子是不得劲儿的。我在国内呢，起码我已经有两年已经不吃主食了，不敢吃米饭呐、面条，不敢吃这些东西。而且我在国内呢，基本一天一顿饭，为了保持我的体重。但是在这儿呢，大家知道，高伟是个美食家，他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吃。所以你在他身边，他也不停地给你，哎，所以我很痛苦。但是没想到呢，我还没有体重还没有胖，反而降下来了点儿。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个维三优这个包括维三呢和维西利姆啊，包括它的黑色排毒啊，它让我的排泄是很正常的，正常的，没有任何的国内那种排泄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我认为伪山油这个产品它是有世界上领先的技术，包括他们说的靶向定位，那么抗癌什么领先的技术。所以我呢不但自己要吃，要带给我的爱人，我的孩子，带给我的全家。一个产品它的高端的质量领先的技术是这个企业及以及跟随这个企业发展的人的坚持的基础。所以跟定这种高端产品高端技术，那我们是放心的。第二点感受呢，我感受到伪山油这个产品它的营销理念太好了。我也是做企业的，我们有很多业务员，但他们都是在单打独斗，单打独斗，他们的业务是不交集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旦我的信息给了你，那么我势必我的市场不就影响。但是伪山油这个产品它的营销理念太好了，它让每个消费者不但吃它的产品吃出健康和美丽，而且还把它当作一种事业来做，而且这个事业还是可以传承的，而且这个事业是可以合作的。我们就今天的这个分享会就是最好的见证。陈雪道大姐及她的家人及大家，没有人给他们开支，没有人给他们是主持会议的费用，自发的。我感受到了，他们隔两天就要在一起去分享伪山油这个产品，隔两天就要为这次大会而筹备，自发的。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要组织一个会，没有费用，没有谁给我们这个赞助，我们是不会组织的。所以这个产品它的营销理念太好了。那天呢，我给小曹老师请到我住的地方，我看了伪山油这个介绍，它有八项还十几项一些奖励政策，什么对碰奖啊，什么包括亚太地区分享奖啊，就是如果你做得好，可能是每周都
都有美元的进账，所以这个营销好的质量、好的产品、好的营销理念是任何事业成功的坚强的基石。所以第三个呢，我感受到了什么呢？这个伟山优这个产品，它这个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大健康的保健食品。现在呀，随着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已经什么呢？把这个保健作为了可能是重中之重，因为生活水平非常好了，已经不是原来的吃喝拉撒了。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非常好，所以一定要什么健康。所以大健康这个产业，包括这种高端的保健品，它有大的市场需求。大的就我们在这有很多搞服装的，那服装这个产业也很大，但是我相信在匈牙利好，在全世界好，它一年也就是比如说百亿啊，那个需求，而且伟山优产品有上万亿大的市场需求。所以我觉得呢，那个做这个事业你会有大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市场大的需求，我们有句话什么呢？在风口上母猪都会吹上树，就是有这句话对吧？所以这么一个大的行业，这么一个大的行业，这么一个高端的行业，这么一个大的市场需求，前一天包括高伟朋友圈发一个，就我们的中央新闻联播曾经也提到过。所以未来中国包括我们的伟大的领袖那个习主席也说到了，要预防和保健大于治疗，大于治疗，可能要把这个高端伟山优引到国内各个社区会啊。所以说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保健，重保健。所以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事业，这么好的一个大的需求，我们又吃到了它的美丽和健康，而且我们呢又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来做，这么大的一个行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发展。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呀，都是在华人，在匈牙利都是精英的。我最后这一个月的感受，大家都非常智慧，大家都有呢自己的事业。但是高伟的话，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他说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干传统产业的，传统产业呢现在受到冲击是非常厉害的，因为现在网购啊，包括这个什么直销啊，对传统产服装业零售和批发冲击很大。所以一个人，用高伟的话说，必须有第二产业作为支撑，那么这个大健康、大医疗，这个好的产品，真的在你吃出美同时，可以作为你的第二产业、第二收入产业。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学会看没看他的销售理念，你不但你自己吃，你可能把这个好的产品带给别人，然后可能你的所有的接力棒这块，你都有分成，可能每周都有进账。可能我们原来在座的什么呢，都是包括我们的收入是人民币福林，可能你们做上这个项目之后，可能收入就是美元了。美元大家知道世界最坚挺的货币就是美元嘛。所以说我感受到了这个产品带来的种种好处。另外呢我想分享一下你们身边的经营吧。你看陈水昭大姐，我不知道可以说出的年龄可能有60了吧，你看他像吗？不像。而且在前两天去他们有个分享会，我去的时候，他一招一式认真的练这个同一首歌，这个舞蹈。哎呀，我那时候还很困，但是他那个举动吸引了我。他戴着耳环，脚下穿一个凉鞋，非常漂亮，又抹着红指甲，然后穿着又非常得体，然后呢一招一式又非常认真。所以说，我就来品味一下那个这个水高大姐，她自己自负，带动了全家儿子、什么女儿、什么姑爷都致富。她是一个生活非常有，在这个年龄又把自己，不但把家里带来了很幸福的生活，自己又非常的享受生活，非常美丽，而且又追求什么的更高端的这种生活品质，而且呢又很做任何事又非常认真。然后她还在她跳舞，所以她是个活出精彩的人。他这么精彩，他又对伟山优产品又全家都来组织这个会儿，
你想想，他这么成熟的人，对伪山优产品这么的推崇，你难道你不相信他的眼光吗？他这么成功的人都在吃都在用都在做，你还不动起来吗？第二个呢，我看到了谁呢？陈雪静姐姐，她比我大，她大家知道她多精明啊，可能是整个布达佩斯的整个华人圈都知道她非常精明。她的感受我也很清楚，包括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去美国之前，她不太接受，但是她也是被动式的吃，但是她也不是很接受。去美国之后，她就变得很疯狂，包括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会餐的时候。他也是说我一天要喝六袋儿啊，又几袋儿又几袋儿的是吧，非常疯狂。能让他疯狂起来，他多精明啊！所以说我就想要这样，他都动了，你还不动吗？是这样。我最想分享的就是高伟，高伟在我心目中就是白富美的象征，真是这样，白富象征。她很漂亮，她这么漂亮还在保养，每天不停地吃吃喷喷。就是她这么漂亮，还在追求更加漂亮，那你说我们还不行动吗？另外，高伟非常善良，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感受到啥？因为我跟他朝夕相处啊，我们去买了很多水果。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水果？很快就烂，你买他买几箱几箱的，有可能十多箱一天把全买回来。我说你吃不了，他说我要把他给我的。工人吃，要给我的弟弟送去。他说了很多人，哎，我智慧不如，我做不到他这样。包括我来这不到，因为不到这来的这一个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更做不到。如果我是他，他是我变位的话，他有需求我会照顾他，但我不会每天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他不但自己非常善良。你看他的家庭，包括他的女儿非常优秀，非常的独立，非常的那个懂事的孩子。你看，包括他的跟丈夫的关系处理也非常好，他的家庭大家庭都非常优秀。所以他的你优秀，所以在身边人才能够优秀。而且高伟是一个有什么的，又阿喜欢他有大爱的。他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把他跟我说，原来我不认可，因为他是有高调宣传，现在。通过我对他了解，我很认可。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么好的产品，我要介绍给我身边的人，我不能独享。我原来以为他是一种宣传，但他说我这是一种功德。所以我现在他是一个有大，我能称得上叫什么呢？正直善良，但我称不上大爱。我们一般把榜样愿意树立什么的明星啊，什么英雄人物啊，其实榜样就在身边。高伟是我的榜样，对，所以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就包括阿琴，包括曹老师，这么多优秀的人都在用这个产品，都在吃这个产品，吃出美丽，吃出健康，吃出事业，吃出财富，吃出美元。他们都这么成功的，这么美丽的，你们还不动吗？所以我们要迎头赶上。那最后呢，我就祝福呢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呢，吃出美丽，吃出健康，吃出事业，不但原来第一事业干好，伪山优的第二事业也要迎头赶上，为你赢得美元，吃出美元，挣得美元，挣得财富，然后呢，为我们美好的明天，而且这个项目呢，是大家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和谐相处，人嘛，群体动物嘛，所以大家团结一致，携起手来。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共同努力。最后衷心祝愿各位好朋友身心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有所有的包括了解高伟啊这么透彻哈。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请一位男士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他对我们的产品的热爱，而且帮助他的家庭健康。有请昌盛，这在哪里，帅哥？鼓掌，一会。对了，昌盛，我们觉得说那个之前陈姐给他分享产品，有一次他回国去发货的时候，而且我们还一起去了越南，是不是？是不是你？我没认错吧？
对，那好，你先下吃一下那个这个保健品，给你带来身体的帮助，好吗？感觉很好，各方面都好。你去年有一段时间，你不是说你星星都说你那个晚上躺着睡觉，他都不放心。偶尔醒起来要去摇摇他，去摸摸他。那是打呼噜，那是很难受。不是打呼噜，你就是说花粉过敏很严重的时候，怕他那个气喘不过来，真的怕他那个晚上睡着就怕他睡过去呀。他星星说，他说我真不放心啊，阿姨你懂吗？他说很怕他，他说不是打呼噜，这是。后面我说你绿色的好好用，你怎么用的？你说一下呗。早上喷，晚上喷。这种人真是，他真的是精神，他吃的是效果真的是很好的。当时那下子，他的老婆说啊，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他说我怕昌盛，他睡觉的时候就是喘气喘不过来，嘴巴张得大大的，他说我就怕他会出什么意外，他说我很担心，他说，我说没关系，我们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说你好好让他吃，肯定会改善，他会有效果的。真的他也听话照做，真的吃了一段时间，他真的，他说他现在都把那个花粉过敏也完全吃好了。再一个，他老婆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了昌盛，也去了那个越南之旅，去玩了一周。他吃了那个黑金，他说真的，老公，我那个走出去，大家都说我的皮肤病很好了，他很开心。这次他老婆就带住他的儿子回中国了，要不然的话他也会来分享一下。谢谢大家。现在把话筒大上来就不会分享了。他说哎，自己一家人吃反正是很好的。那么他老婆我也见证了，就是说真的皮肤紧致了很多，非常漂亮。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刚才那个大宝宝给我们分享的高伟，然后是不是大家都希望高伟的分享，很想听是不是？那我们就先请出高伟吧，然后高伟分享完了我们接着再来抽奖，好不好？来，有请。来，大家好。其实好，我刚才很想讲的一些话好都被我的好朋友大宝宝已经都讲了，真的很感恩，简单相信接受。然后看到他的一个月变化好，我真的看一下高伟美国的照片吧。品种，然后三天他就好了。现在从美国回来，更加的相信这个产品的安全感，因为科研说过羽山油是我们的第四餐饭。讲心里话我全家族都在吃，包括我以前曾经我老公也不赞同，就是吃这个营养品。现在看到我的变化他现在也全部吃上了，还而且他也分享身边很多朋友，特别是男士他对营养品特别不重视。然后我真的讲心里话我跟我老公讲过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吃得好就不讲出去不分享出去，对于我来说分享就是一种功德，真的。就可是虽然说我们今天参与的人就很少，不过这些都是重量级的人，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我希望你们还没吃上的维生油真的应该好好的吃一下，绝对绝对安全的。看到那个美国的那个叫什么法律专家，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那个啊，雅乐的那个总统的保健师，就是刚才那个79岁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营养师，营养师，还有那个叫就35家的董事会那个女董事哈，她也参与到微商游哈，她也讲过哈，我们现在大家都不缺钱，就是缺的是健康，而且哈讲，我真心的希望哈。愿你们的就是说你们都是成功女士哈，愿你们的就是成功人去影响成功人，所以说哈，希望你们也好好的吃上这产品，一起参与这个伟大的事业，谢谢大家。对，高伟是他真的是就像大宝说他043。哇，小朋友。043。哇。024024，阿宝抽象非常好，下面008。有没有邀请我们的？应该怎么称呼她呢？陈行倩姐姐，美女、老板、女强人，各种称号，请她上来。对，大咖大咖，我们匈牙利的大咖上来，请她上来跟我们分享。大家下午好哈，不用自我介绍，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哈。其实这套微商游产品。确实是很不错，在没有去美国之前，高伟去年就一套一套送给我吃，我今天吃一样，明天吃一样，我说高伟有屁用啊，我说那血糖都降不下来。那通过这次去美国以后感受非常深，因为同时那个一起去的北京有好几个例子嘛，就是说看他的实际年龄实际的人跟年龄哈、显得非常年轻，然后你哪里不好我就补哪里啊，你不是说像人家所理解的跟传销一样的，好像你哎我血压高啊专门治高血压啊，你血糖高我专门，它是因为里面的营养把你的身体机能调整。这是那个广州的医生就是教我怎么吃，就是红色的营养师那个管哲老师他教我吃，他说你红色的早上碰一趟就行了，然后早晨空腹2粒黑的排毒的晚上4粒，他说你的甘油，我跟他介绍说我的甘油三酯特别高，因为血糖高的人啊基本上你去查检查身体甘油三酯都是特别高的，他就是说你的肝功不行，你要先调整肝功。然后呢再就是那个威斯汀姆威三，中午吃饭前的15分钟泡下喝下去，晚上15分钟吃下，都是饭前吸吸，他说是各种营养素，早晨饭后一包，晚上饭后一包，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黑色的蓝色的片8下加一粒古老的，我现在按他这样吃，吃了2个星期了，黑金一天至少要6包到8包，我现在准备一个袋子今天吃完的，随时看着吃看着吃，我吃了2个星期，大家觉得有没有我漂亮起来了、他们刚刚几个就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德国的，我叫高伟，我说高伟不要叫我去开会啊，我就负责玩的，来玩的，一被高伟嫁到德国嫁到美国去，那这次去美国我自己带了一批箱，我相片都可以拍给你们看，很夸张的。我
那我媳妇说，妈，你吃得完吗？我吃，拼命的吃，把自己身体吃好就好了。那说实在哈，这一套它这个营养品确实是很不错，它薏米里面平衡血糖啊，它是已经，我前一段还是没用的，就这个连续四天了，大前天的时候特别高兴，早晨空腹起来5:08，然后前天、昨天、今天6:08、6:07，在前天的5:08之前是7:07，不会像我之前虽然也吃血糖药哈，早晨一粒，到中午11:00一粒，等一下今天血糖7，明天8，明天9，但是没有下过7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按那个保健医生的吃法哈，就是一定要吃，吃完以后，我等这一套我买了2个月的量回来吃。如果把自己吃好了，那是最好的见证，因为我买了2个月的量回来吃，拼命的吃，你没漂亮的啊？我这感觉就都很苗条啊。其实我没瘦多少，我现在还有60公斤啊，我这2块嫩肉是没有掉的，挺好的。我的快乐就这样给你们分享了哈。但我觉得静姐跟我一起去那个德国回来，这次美国回来真的变化很大，因为她的皮肤嫩了很多，也瘦了，红润了，真是这样的。我刚刚讲一下那个刚才为什么说保健医为什么说之前说血糖没降下来，他说如果我们就像吃保健品跟其他的不同，我们的是营养品为什么说每个对每个人都有效，但是呢我们过年是不是家里开始打扫卫生，把房间里所有的角落里都要擦，把灰尘擦出来，那我们吃这款保健品也是一样的，你身体累积了很多的毒素的时候，它跟你不舒服，血糖高，它已经开始给你起作用了，已经开始给你在调整了，因为你还不到那个，因为我们家里清垃圾的时候是不是家里一团乱啊，那么这个保健品吃进去就像我们家里打扫卫生一样，给你弄得很乱，那么血糖也不正常，这个你就不要管它，因为你要坚持再吃下去，然后把你的毒素一点一点往外掰，垃圾往外扫的时候，那么你的身体就舒服了，你的血糖就正常了，这就是营养医生给我们讲的。那为什么说你漂亮像那个高伟使劲使劲吃，他说你如果说这个就像什么保健量，我们一代也可以，如果你想把自己变得非常快速的变漂亮，然后从外表皮肤上透，然后身体一个非常调整，那就像亲戚一样，我们黑金可以吃6袋，然后我们保健我们的一个今天我约了一个琪琪，非常二十几岁的小女孩，她就一天一袋也非常有效果，她因为她说那个脸上有痘痘啊，然后就一天一包，一个星期就好了。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哈，个人因为个人的身体因素不一样，不是说吃这个保健品啊，比如说我吃10天，或者吃有的人吃一个星期他就有见效，好比是我吧，我这次从美国回来这么长时间吃到一直坚持按那个老师吃的量，就在这几天，在之前我妈妈去年不是得脑溢血嘛，我听一个月回一个中国一趟，半个月在外面上货，半个月在国内，我直接血糖升到12、13，也没时间去调理，血压在140，现在血压是正常了，又恢复正常了，血糖就是最近一个礼拜非常稳定，之前从来没有，就是吃血糖药一天2粒都没有降过期，但这主要这个保健品要坚持吃，它不一定就是说你吃立竿见影的哎就有效果，每个人的身体因素不一样，吃的有的时候有的人时间很短他就会体现，有的人呢要吃上1个月，有的人吃2个月，有的人吃3个月都不一定的。
我的效果我感觉是很不错的，反正我是重量没什么减，但是我的腰小了很多，那该大的地方不会瘦，该小的地方已经小下来了。是的，这个就是你看那个庆庆波这次真的是认真了，他能说出来他的变化哈，每个人都不同。那就是而且我们这场他吃的是不产生垃圾，所以说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里吃的比较久，上去今年没有赶上去美国哈，他去年也去过美国。那么我们再请一位美女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也是前几天刚刚国内才回来的。那么我们有请金月给我们分享一下她一家人吃保健品的感受。金月。就上来的，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些什么哈，就是说我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是久啊还是少，就是被那个虫子咬了就很严重，然后他就也是磨了很多的药，他跟我说，他说可能磨了两天了，一点改善都没有，就灰尘一样。然后我以前跟他说过，我说这个绿色的，我说你如果说被蚊子叮了或者说被那个热水烫了，我说都很管用。后来他就突然间想起来了，用那个绿色就是说去磨，就磨了可能一天就磨了两次，他说跟我说，他说这个好了，他说跟我说，他说这个绿色还真的很管用，如果说当初我没有跟他说，他也不相信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一次他回去了，他说因为老人家我们叫他吃的话，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好像很乐意的去吃，然后他通过这一次的话，他真的很相信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也很感恩很感谢罗密散油，把我的家人不但就是说健康，还有维护健康，还有给我带来的就是说整个家庭的对我的信任，我真的很感谢，谢谢。我知道金玉是非常非常善良的，而且他知道从美国，他说听完这个产品之后感染了回来，所以他第一个是给他老公吃，然后是给还有什么家里人亲人哈，还有我记得你说叔叔啊，还有糖尿病啊。就是说我去美国之前，可能我不是想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产品，但是就是说到了现场的时候，他突然间里面就是说会给我分享出来，就是说糖尿病会治好，因为我叔叔讲实在话。虽然说是我叔叔，但是我就把他当成哥哥一样。他那个糖尿病非常严重，后来我就去听了他里面有分享说那个糖尿病会治好，然后我就很注意的去听这个就是产品。其实刚开始我进去不是说很注意去听，后来他说那个糖尿病会治好，后来我说那我就注意去听，我就从那美国回来之后，后来我就加入了这个会员。我就把这个产品，我后来先买了好几套，我就给我叔叔寄过去。他因为不在沈阳里，也不在中国，他是在南非那边，寄一件东西也非常不容易。我就托了别人，我说你一人能帮我寄一点一点，一人寄一点一点。后来我就寄过去给我叔叔吃。后来我叔叔吃了，就是说他刚开始吃的时候也没有说很注意的去吃这个产品。后来我问他，我说他说因为在吃这个产品之前，他也在吃药。然后他说吃药的时候，他说一会儿也是糖尿病，就是说那个血糖一会儿也爬得很高，一会儿爬得降得很低。后来我吃这个产品给他吃的时候，他说就是说没有说去控制饮食，然后药也照样的吃，就是把他的血糖给控制住。然后我就想现在就是想让他进一步的就了解，然后到时候叫他拿回家去体检一下，就是到时候血糖会不会说不吃药，我是想就他就说呢，不能不吃药，把他的药给停下来。然后医生说，他说你只能把药给量给他减下来，就不能把药停掉，然后这个产品也可以去吃。所以说现在把他的那个血糖给控制住了，但是药就是说有量给他减下来，没有说把药全部停下来。所以说我非常高兴这个伟善的产品给我的家人带来的非常大的健康。好，谢谢。是的，就金玉，因为我们在团队经常会分享到，他是又是很贤惠的
妻子吃了，先首先想到老公的花粉过敏，之后又听到他叔叔的糖尿病，都恨不得把这个这么好的产品在那个南非是吧，这么远的地方他也要想办法给他寄过去。这个就是我觉得说是善良的女人，就是要把好的东西藏不住忍不住的要给自己的身边，先是首先是家人，然后是亲人，之后是朋友。那今天我想你们大家来的都是我们心目中最最重量级的朋友，对不对？所以把这个一次一次的要把这么好的东西让大家知道。那金玉呢也是从一开始不认同，之后听到美国很多很多的人的分享之后接受，赶紧给家里人，而且现在是婆婆公公全部吃起来。但是我还知道你儿子吃那个什么健脑烟素也有吃，是不是？对，健脑营养素是这样子的哦。就我去那个不是去过一趟澳门嘛，然后我看见就台上的那个医生在分享，他就是说在美国期间他帮助过很多在开始考试的时候他给他吃过那个紫色的，然后他说帮助过很多，因为在紫色小孩子在考试期间非常紧张，也会睡不着，然后他说他用紫色的帮助过很多学生，就是说那个考上那个分数就是非常就是很非常理想。后来我就从那时候听了，我就回来跟我儿子说，我说我把紫色的，我说我自己舍不得吃，我说我把紫色的省出来，我说我给你吃，因为我听说小孩子他因为快考试期间很紧张，我就把紫色的给我儿子吃了。然后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手上的量也不是很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早上一粒晚上一粒，然后吃了，然后我说后面就是吃晚上就吃一粒。好了，我问他的，我说吃了可能有半个月多吧，我说问他，我说感觉怎么样，好像他说还挺好的，就是说精神上没有说像往常那样子很紧张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只是帮助他也非常大，他比如说考试的成绩是我理想的，谢谢。就是说那这个紫色的我建议哈，就是说虽然看过去紫色的是一小盒，但是我是觉得哈，大家如果说小孩子在考试期间你应该把它试一下，就是紫色那个产品，我觉得就对他小孩子应该是帮助很大的。他是因为那个会增加记忆还有专注力，还有那个让他那个精神就是说不会那么紧张的那种状态下。谢谢大家。非常非常好，金玉对他对可以说他从美国回来一趟，他就帮助整个家庭的健康哈。那健脑那个那款，我觉得说很多人不但小孩吃了考试，让他提升他的记忆力、专注力，那么还有老年人吃的非常好，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症。那么我们这一款产品其实说不但给我们自己孩子在学习的时候，那么现在小孩在工作的时候他也会有压力，年轻人有压力，因为这是没办法。这款健脑的呢，我觉得说是真的是人人可以吃哈，而且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父母吃，我也同样。现在还有时间哈，那我们现在再跟我一同去美国的，我觉得要。